哦，现在是不是可以生成几句话导管了？我来试试。哦，这有一个淘淘猫，马纽拉，金色的。名字呢？名字在上面呢。哦，在上面。淘淘猫马纽拉，金色传说。等我看看啊。咦，多了这么多吗？你看 ，QLM 的祭坛，这有丘雷姆祭坛。哦，那你赶紧招一个。杰克罗姆、莱西拉姆的祭坛。好，我先招个这个看看。还有卡普祭坛。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哇！嗯，什么柜？啊，这有个按钮。发生什么了？不知道。这什么呀？你招的是那个集聚化对战场吗？不是，我这个没太开。哇！把这个祭坛都压了一块。哎呀，在里边就会缓慢。空中出来一个。这是集聚的那个。不是啊，不像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到底是、啊？你招的是那个集聚的？有好多箱子，秘密琥珀，化石翼龙，哦，还可以孵化化石翼龙了。嗯。所以我们那个手环怎么集聚化手环不知道怎么弄是吧？对啊。没出啊，这个版本还没有集聚化手环呢，看来是。来，再来一局这个第八世代领衔的全神兽对战啊。嗯。还是老规则吧，两只第八世代的搭配四只全世代的啊。好，来，我先来。地震，哦，新神兽，这叫什么来着？萨鲁德。萨鲁德，我很期待他的招式啊。萨鲁德，我刚看了招式了，没啥特别的。好吧，该你了。来吧。哎呀，有点强啊，上来就来苍獒了，放人。千万不要再给我来多龙了，拜托了。重复点掉。好吧，拜托了。哎，五道熊，哇，不错不错。哎，这是那只饿的吧？看得出来吗？水的那只不是一只腿站在地上吗？那是集聚之后。嗯，该我了。该你了。你。大家不是说刚才说那个抓五道熊就卡退吗？是吗？所以我要进去第一时间在他卡退之前把五道熊给扔掉。卡退之前必须把他给解决掉。卡退。卡通。卡通。卡通。五道熊直接不在身上。啊，好吧。开放开放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该我了啊。嗯。第二只走。你跟他有。好朋友。哇。再来。多龙，我能请求换掉吗？不能。多龙刚才用过了啊，呀，又用多龙，该你了。你忘了多龙多么那什么了？多么的厉害啊！啊，在我这儿。该你了。第二只。你看看人家，大集结，你看看人家。哎呀，我弄了一个萨路德，萨路德多少种子只啊？估计比你的差很远，你都是720。嗯。而且你这两个720可以同时上。就是同时变720。对啊。哎呀，像库拉多盖欧卡似的。对，太无敌了。藏獒藏獒哎。好，普通了啊，该我的。耶、嗯 yeah! 好弱呀。该你了。耶、yeah! 好弱，终于弱了一点。再来。好强，这还强呢。这个相当强、哎、盖欧一般般了。要我第一次抓雷吉 S。 该你了。来耶、yeah! 七多少来着？七多少来着、啊、七五几啊，七五零左右吧，七四几还是七五几来着？来，喂，哎，再来一个的话就、哎、就三连法则了，三连绝杀了，再来一个。哎呀，吉格尔德7708啊，哈，吉格尔德不，他超了之后应该不止吧，完全体了之后。来，这个不能合体。那也很厉害了，他又不是撞击怪了、啊、哎呀，我只能期待最后再来一只那个什么了，龙卷云了是吧、嗯、龙卷云出现吧。倒是龙，倒是龙，是一只小快龙。太弱了，我一个680都没有，这怎么打？你两个半神，来，还要强，有一个680，所有680都去你那边了。不是还有个 S 不是吗？
苍响、萨马兰特、基格尔德、内克洛兹马，再加个帕鲁吉亚。内克洛兹马也不是，内克洛兹马不是六百里啊。哎呀，我这组认输，让我再招六只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认输啊！我又赢了一把。你又赢了一把，我认输，再招一组，太弱了。我又赢了一把。耶！哎，重新来吧。为什么？啥？多隆还给换掉了，快点从 PC 里边拿一只。不不不，多隆不能再来了。必须啊！哎，来了啊！哎，你这来，哎，这还行，再来，来啊！换掉，换掉，再来，呀！再来，必须拿了，必须拿了，必须拿了。多隆啊，多隆！我好想把 PC 机里的那个，把那个里面的多隆给删掉。好了，然后四只全时代的啊，来，但是打不过你那两个钢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打不过？你那两个钢很强。超梦终于来了，再来。刚才那是超能力，是幻象。灰夜，是幻象，不是幻象。来，哎，超弱，超弱，超弱，超强。可惜，戴欧也行。这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完蛋。那么的话，还是歪超梦呗，不用考虑了。戴欧 Kiss， 哎，嗯，我拿现形镜再点他。哎，攻击形态吧，攻击形态跟你拼了得了。哎，或者防御形态跟你磨。你这是攻还是防？防御形态。哦，这是那个。广域破坏啊。一口老痰。什么？一口老痰的。什么叫一口老痰？不是原本翻译的是龙之吐息吗？龙之吐息怎么又被你翻译成一口老痰了？什么鬼？什么鬼老痰？戴欧不能学宇宙力量吗？能啊。没有。啊？为何我的戴欧没有宇宙力量？改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本来是宇宙力量黑夜魔影魔就行了，结果现在戴欧没有宇宙力量了。哎呀喂，瞬间世界只提特防，宇宙力量才防御特防都提，和铁臂也倒是，对，这俩都学上，瞬间世界和铁臂都学上。好了，那么对战准备开始，三二一就决定是你了。雷吉艾斯，辉夜，我这辉夜，我辉夜这么小。小会议，雷吉艾斯这货好像是特防超强的，这你都知道，我有可能打不动他。寄生虫子，灵动光束，叮，打我有点多哎。灵动光束，加农光炮，果然特防超强。咚，哎呀，果然特防超强啊！加农光，没死，死了，死掉了。哦耶，戴欧防御形态不能学宇宙力量。以前是可以的，以前是可以的，那就上戴欧，收拾你吧，黑夜魔影，大爆炸，还想爆出来？想。戴欧就靠你了，打不动的戴欧。我先上个这个半王牌，基格尔德，小德德，咬碎。铁臂 ，OK， 铁臂。我这只有蜈蚣招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没有特工人吗？大地神力是蜈蚣吗？是。啊，好吧，那你打不动我了，谢谢。那我得换了。换吧。谁呀？奈克罗兹马。奈克罗兹马是特工。糟糕。在你踢上去之前，一个冷静雷射灭了你。瞬间失忆。好，我先了。你先了。啊，你打不动我了。哇！瞬间失忆，怎么才这么点儿？因为我提了黑夜魔影，反击开始带。你是作弊了吧？力量宝石，打不动我的。我提了四级特防了，黑夜魔影，你除非命中要害，我就击击。哎，我基格尔德应该学上那一招的。咬碎啊！黑雾。哦，然后你给他换掉了。黑雾不是吧，白雾是清除能力变化吧，能重打破？不能，随意你。哎，你好歹就能给他磨死了，我估计不可能。萨马兰特是吧，黑魔影、哎、你看看黑魔影，这根本
打不死、啊、巨兽蛋，你看了没？啊 ，K， 重打重打重打，自我再生，要不你认输？行，我认输，然后我重学再打。好好好，认输重学再打。认输了啊，我直接赢了啊。嗯。三二一，艾姆利多，你上这么强的人呢？这还强？我这是第二弱的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帕鲁奇亚都第二弱了。先预制一个水泡，哇，大好多啊！预是预了，但是已经没用了。哎呀，我已经用撒啊，不对，撒娇也没用。你是特工，东龙，平龙，亚空裂斩，龙剑，一二，二十八滴血，没带走。再见，被带走。你这六八零真的是没得打呀、啊。沙巴超梦，完了，我点成换人了，可以退出换。哎，我死了。你死了？哦，是不是我有什么毒什么的？哦，预知预出来你死了。嗯。糟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换了谁了？超梦呗。哦。苍敖。你的大人物也来了。苍敖对超梦，我只能打，这时候我不能怂。怂是没有意义的。咬碎 ，mega 进化波导弹。你是不是就有豆了？我没有，我歪超。哦，没有，打不动你。怎么打不动？顶多过个半，我觉得。波导过不了吧？咬碎被咬死。我直接死了，这么厉害，我的苍敖。带路。啃你。你又咬碎啊？啊、嗯。铁臂，哎呀，我啃了不少，糟了，自我再生，我啃，哎呀，带我死了，气死我了，走，巨兽蛋，没啥可以克制他的，巨兽斩，斩不动，哎呀，也打不动，月亮之力，巨兽蛋，哎呦我天，这次打了好多，死了，终于死了。没事，我也有近身战。近身战，我快过个半。然后，但是你得再见。再见了，我只剩下一只灰夜了，这怎么打？哦、so beautiful， 近身战。铁臂。过个半。近身战。高级战。哎，我铁臂没管用啊。那啊，致命一击了，命中要害了。好的呢。